为什么你的食物会跟其他的牛肉面特别呢？因为我们累积了很多年的经验。很多年的经验啊？对、okay. 应该是60年吧。哦，那你现在有没有像计划发展？目前还没有。为什么没有？因为关于人手不足了。哦，然后听说你的你小孩子也不要接这个生意啊。对对对，孩子没有接班人了。那你们生意怎么办呢？建一步走一步了。目前建一步走一步啊。还没有想到这样长远。你们的价钱会不会增加呢？还会照旧。还会照旧啊？对对，没有计划增加的。OK， 很好，谢谢你。谢谢你，谢谢。OK， 好，拜拜。拜。